韩月公司保安陈胖胖年老多病，又因公得上了慢性病，一直兢兢业业的他意识到自己将无法工作，主动向老板提出离职，并放弃工伤索赔，老板只能答应，两人做最后的道别。老板，这月的工资2800，我都记在心里面。等一回到公司，我马上让财务打给你。没关系，我不缺钱。胖胖，是公司对不住你。没有，老板，幸亏咱们没有签劳动合同，要签了合同还得赔工伤，对吧？这耽误公司发展。那行吧，那先这样。我走了啊。你多保重。保重。再见啊。再见。老板，还会再见吗？老板，再见的时候你要上市啊，要套现啊，老板，记得要上市要套现啊，老板，走吧，你要上市啊，老板，老板，因为公司没我了，没关系，你要上市啊，老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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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你我怎么活？老板，带我走吧，老板，老板，好看，有请有请有请！哎呀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好了好了，请坐请坐，各位老总说几句，来啊，阿总，你刚才那个。边跑边哭的桥段呢，太打动我了。老板，没有你我怎么活？带我走吧，老板。谢谢。我有个问题，你为什么会想到主动放弃工伤索赔呢？是因为隔壁的老板他都开上了劳斯莱斯，可是我的老板只开一辆宝马。我恨我自己没有适应的价值给老板压榨。我怪自己不争气。我要给陈胖胖一张赋予新含义的 S 卡。Spring, Sleeve, Slut, 主动 Spring 的人才是老板的好 Sleeve, 值得所有人的 Slut。谢谢郭老师，谢谢郭老师。你现在有没有工作？我没有工作，因为我年纪大了，我身体又不好。没什么剩余价值了。我一直在强调996的福报，可是很多人不相信。陈胖胖，你的福报来了，我愿意聘请你到我们公司做保安。虽然你没有什么剩余价值，但是你一定要告诉所有的打工人，老板无情的压榨不是最惨的，最惨的是没有价值给老板压榨。对，加油，年底分你期权。谢谢凯林哥，谢谢凯林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生命不息，打工不止；生命不息，打工不止；生命不息，打工不止。谢谢，谢谢。